没有，我只是来在客厅去捐钱。哦，我怎么要载我？因为他刚交完车从台中回来，就行扣了。嗯、没有，刚去台中交车，阿克很热情，在高铁站边吃个午餐，还好那个邮局开比较晚，现在要去再去捐钱了，关机关机，这么爱 hip 力在哦，你看证明我开业嘛，对对，真的是开业嘛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柯皮又来了、啊、今天又来，你看来邮局公益车，哪一台？哪一台 Saviro、yeah、柯皮今天要来看这台车。什么车？尼桑车。尼桑，天哪、啊、这是一个住在林口一个黄先生，天哪、啊，是 Saviro 吧？啊 ，Saviro， 我刚打啊 ，Saviro， 刚没有，刚天哪啊 ，Saviro， 对吧？哦，我再次感谢一下哦，林口龟山的王先生，嗯，对啊，还有新车主林先生，好、哦、热心参与这一次的公益车活动。哦，你看，看起来就高了。对，哎、欸，我这刚刚忘记翻，你看，好一块，还有一块，哎、欸。再来就是有整理的影片啊，到时候放上去给大家看。好，走走走去捐钱，要捐钱，来呼吁大家还是要戴口罩。戴口罩。对啊，我忘记问你，这一次要汇到哪边？这次，对，找的人是苦瓜妹。哦，苦瓜妹，救救苦瓜。对，救救苦瓜，不是社团法人台湾动物紧急救援推广协会。啊、那是什么？就是动物的、啊，有就是猫猫狗狗，猫猫狗狗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去捐了。哦，好，走走走，我去抽号码牌。好，还传给我。哦。就先开了。靠住这个。还没弄啊，因为本来要去弄，对，因为那个要拆啊，所以我去后面那边，但是一样会拍摄场，对啊，你说那个后面，对，后面那个，因为这拆的话就是就在这边嘛，一个在后面，这个都要拆开才换得到。我因为他拆的时候就会跟我讲，如果假设其实前面都比较好换，因为如果拆开后面的话，一般会一并都会帮你换掉。假设比如说像好接头，假设是水管接头，它已经氧化了，一般连铁的会一起换掉。因为拆到后面的其实没差那一点钱，因为就是顺便要用的，不然会到时候拆一次的工资会比较贵了。我记得他们都没有，对，没有特别去看，只是说最少它的主板件啊，那大的都没有去伤到，哦，就原本的这一定要贴纸嘛。第一，如果引擎盖没有换的话，贴纸都要在，贴纸都在，螺丝也没有转，对吧？只是说它在，就是它已经比较大颗了。如果以后在保养的方面的油比较多换一点，这倒是真的啦。而且这个跟四缸不一样，四缸顶多四罐而已，这个应该在到六罐左右。像我的是八罐，哈哈，一条八罐，我就自己加一条，哪有那么多？对啊，一般的是大概就是小车的两倍，对啊，就这样。不然可以先开看看，没关系啊。好，继续开看看。对，那这次坐起来最舒服的也是，为什么？很大，很大。就是这样会这样，对对对对，浓一点。啊，那其实那个换了就好了，就会更顺了。现在变成说沙咔沙咔，你再撑起来就会这样出，有点在抖那种。对，影片拍不出来那种感觉，而是开就有那种感觉。稍微啦一点。对对对，可是它快也是可以快，只是说那修好之后就会更顺。对啊。那你说那个底盘有声音是指哪边？哪边有声音？你看没感觉？听不太出来。看一下，因为你注意听是还是有一点点，你等一下稍微听一下。不是很明显哦，那可能就是，如果像震动都没有的，可能就是下面可能压呛什么之类的这样而已。对。我记得轮胎了，轮胎要换了。我看到好像是13年，很久了，对，13年了。我那天开车啊，我不是怕掉翘，是怕轮胎会爆掉。就爆。对对对。对。其实这个算还不错，它这个头灯还是 HID 的。对啊，很亮。对对，比较亮。很安静了，因为我有听到那个座位顺道就用一下，对啊。阿哥，我的五郎好像没了哈，好像这样吧，好像是 power 跟后机有微风啊，上面看起来都是没有
都是干干的。那时候看影片好像是说上面都对，看起来那时候我去估车，我们底下看不到，就看不见说，哎、欸，它都就搭哎、欸，结果发现是后下面的、啊，因为久了还是会，因为垫片的东西就是因为它压着温度高嘛，久了它还是会慢慢的会渗出来，水往低处流嘛，以为是一样嘛，它往下，所以久了它还是会慢慢的一直渗，越渗越多的，毕竟它已经十七年了。后座坐起来蛮舒服，泰山刚坐下去都没有叫，就不想叫。不是不是，他如果太小，哎呀，他说这边真的这样，对，他会哎，其实坐都没有声音，可是坐得很舒服，有没有？你这样最少都是两个拳头，最少超过三个了。嗯，我拳头比较大，砂锅大的拳头。哇，砂锅我们打到拳头，一个就满了。哎呀，你少用七都还好，对，就是比较还好。OK。好呀，好，里面走。得标金额是什么？7900。7900，70万。还没有写错啦。你又写错。啊，我因为我都写十比较多啊，很少卖十以下的。对。习惯。再次感谢了新竹的林先生特别跑上来，谢谢签约。他比较强调说我这次哎，泰山你要做到仔细的，我们做的方式要再跟他讲啊，到时候这样好了，我做完再列一个工单给你看，我做了什么东西啊，万一如果假设没做到，还是说你要再做你才可以有依据，才会说你又去花白花了那么多钱，再传讯息给我。对，好啊，对对对，赖还没加，对，赖很重要。我那酒的啊，大佬刚好刚好在这里。不会啊，不会啊，酒没有，不是，有 QR code 就可以加，我只加妹子而已，你只加妹子，对。啊，保持联络。OK，OK， 对。好，想到事情还是什么之类的。对啊。要干嘛？交车。哪一台车？那个 Civilo。Civilo。水中 Civilo。好。好，钥匙有两只，一只在车上，一只在这边。那引擎部分的漏油都有帮你处理了。就是说，之前开起来会抖那个吗？对。哎，我先发动。小灯。大灯。好，远灯。好，左边方向灯，右边有雾灯吗？有。好，接下来是小灯。对，刹车。有。倒车。有。好，左边方向灯。有。右边。好，这边就是后面那些工具，好都在。好，这轮胎的啊，就是那个三层架的。啊，下面都是备胎，备胎在底下，备胎底下，这边应该是没用过。好，前进你应该在这个里面。啊，对啊，轮胎也帮你换新的啦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换，我也不太敢试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比较久，换了完之后才试啊。丢，电感的往新嘞，该换的都有，都有用啦。轮胎啊那些，只是说忘记讲了，这个都有换过。啊，音响是好的啊，你有试吗？赞啊！我刚有试过，音响都好了。啊，这个把手对啊，刚刚拍的换好了，我们说到都做到了啦。啊，除非真的是没有了。把手，你说上面那个？对啊，水的还那个？对啊，永垂不朽，我已经把它弄硬了啊，对吧？这个好了。哦。对啊，真的对啊，用好了，弹性还不错 ，OK 的。再就注意前面这样好了，开始要注意什么？注意不要违规停车。对啊，不然会被讲话。对啦，对，呼吁不要了，不要学科比这样啦，对啊。耶，公益车交完了，再次感谢那个林口王先生，对，还有
林大哥，对，我记得你应该比我大。比你大。好，热心公益哈，完成这一次的公益车，好，祝你开车好顺心，好啊，王大哥也赚大钱。对，好，来，谢谢，好，圆满了，圆满了，耶！好，啊，你要不要帮我们你说一下，要记得怎样？要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按赞，还有按赞，好，开启小铃铛，好啊，好，谢谢 ，OK， 不会。OK， 好，上车吧，谢谢，拜拜，小心开，小心开，到了赖我一下，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，走了，哇，哎呦，好啦，好，做好事好心情，嗯，对啊，啊，想泰山都做坏事，我都被人家抓到，所以我都不敢乱走啊，好，那什么时候要捐钱？什么时候捐钱？等时间到了，钱拿到，等时间到了，自然就没有，就是弄一弄啊，对啊，到时候再去捐。这一次看人家设计谁要去捐钱啊，再买一台车。啊，还有谁啊？谁没有车？对啊，弄阿呆啊，找捐钱弄会惊嘞啊！你想讲我会惊惊嘞？叫他去骑机车捐钱，把他的车换成蓝色那一台。哦，会塞哦。好了，搞不好阿呆能喜欢这个嘞。哦，有可能，只要不讲而已。对啊，好了。耶、yeah, ，结束。ご覧の番組はチ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泰山说那么快，钱给他就收走了，就好了。看一下哦，好 ，19001块，就把它全部都捐出去了。对，他刚刚问我说换了什么东西，哦，这个多了，整颗引擎都把它绕下来，在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是啊，水泵浦啊，后驱左右风啊，那些都换了。我记得材料工单那些好像花了45000块，啊、很多，直接捐全部。对啊，要不然它扣掉，哈哈，再三捐一点是吧？没有、啊，这次就花了蛮，因为那漏油啊，引擎脚啊，还有那个后面的烤耳。它音响没有换吗？哦，音响后来没有，保险丝烧掉而已。后来那个换变箱好像说坏掉，但后来车主跟我讲了、改天去台把的时候顺便杀一只。吸机夹不见了啊，都找不到啊，这个我们也没有啊。对，顺便去杀肉的时候顺便杀一组好了。哦、对吧、啊？然后那个软掉那个把手啊，台把点台机都贵啊把哎。那你怎么把它弄好？杀的啊，杀一组就好了。工单我再传给你好了啦。你只要把它列出来，我觉得蛮多的。那时候我看到纸张是用手写的，写了2张。好啦，哈，喜欢的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你看，我才可以这样一直做，一直做，越做越多。哎，到时候以后这边可能就七位数了。希望那么一天呢？没有，七位数是要超跑，超七位数的，七位数是百万的，不一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好了，好了，看大家爱心，爱心是无限的，对，无价的。回去吧，看一下，你看太阳，哇，太阳要出来，一定是出太阳的。走了，你没说拜拜，拜拜哦，不用啦，明天见，明天见，哦，对，